大家今年考试都能考上理想的学校。好巧，第二个是我明年希望我明年能顺利毕业。第三个你可以偷偷告诉我，再帮你恭喜发财。我对二十岁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好像跟十九、十八都一样。毕竟我二十岁才两个月，要什么感觉？我现在每天都要上班，每天都要上班，上课上班，上课上班，我觉得很烦，没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连想要睡到自然醒都没办法。我做这个工作快半年了，我已经有半年不知道什么叫自然醒了。我现在的生活状况每天是上课、上班、回家做作业，然后隔天一大早起来，我更没有自己的生活。生活被我的工作和学校是占满我的生活，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去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，因为我还要工作，还要上班。工作跟上班是一样，我要工作还要上课。跟梦莹有一个计划，我们想要找一天就是没有课业上的压力，我不用工作，然后也不用烦恼说要交什么作业，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定想说要干嘛，就是可能就是漫无目的的就去走啊，随便走，想到要去哪就去哪，就好好的休息一天，因为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那样的生活。小时候好像常常很多那种时间，可是现在慢慢越来越大，就是很多事情占满了我们的时间啊，就是先连那种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我们想要有一天就是好好的休息，不用特别干嘛，可能一直整天都待在家里也没关系，就是真的好好休息，然后什么都不用想。每天上班前就打扫啊，然后整理，把所有衣服看一次，然后就整理环境，然后再就等客人来啊，然后就跟就看客人想要什么，知道他什么，然后我们店里主要是要跟客人装熟，因为这边的年龄层都比较小一点，然后我们店长说小孩子都比较喜欢你把他当朋友那样。让他们觉得跟你很亲近，然后就比较容易跟你买衣服这样，然后回客率又比较高，就真的就在他们手上比较远，大不出客人蛮看哦。现在要来换上班要穿的衣服，现在我来找一下穿什么衣服。就是不止学校有压力，然后还有工作上面有压力，然后我家里那边有压力，然后我妈身体不好，然后我妈这个人又很情绪化，就是可能我知道她现在生病很需要人家关心，可能就是两天没打电话给她，她就会打来哦，其实我在上班哦，她就打来看说，我真的觉得她像演乡土剧，她就说唉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说，那我要给她感情哦，哎，你就叫陈之类，然后她就开始长篇大论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，然后我就都不讲话，他就会说怎样你讲不出话来都不讲话什么的，然后后来瘦瘦他就懂了，然后就把电话挂了，然后常常就是三天两天就是这样闹，也不是这样闹，我知道他现在很需要人家关心，可是知道人就很犯贱，他因为这样我就又不想理他，不满意我现在的生活，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有的生活，应该还有很多事情。喂，你觉得压力很大，你不做就没有钱，然后想辞职就是不会有时间，毕竟我现在是学生，比较想要注重在功课，
为现在很多分组，我也不想因为大家因为我，然后因为我要上班，然后大家要配合我抢时间什么的，我自己觉得这样不好意思。但是如果辞职的话，因为老板对我很好，其实做这个工作蛮开心的，就是你知道两边像一根火柴两边烧。你不知道我要干嘛，我就不知道。我从我五专的时候就开始想，想到五专都毕业了，我还没想出来。搞不好我会继续做这个工作。那你以前觉得二十岁是什么感觉？以前吗？就是还没满二十的时候。没感觉，我觉得其实都一样。因为我觉得二十岁顶多就是可能有关一些什么法律还是什么，要对自己负责。其实你那种你的自己的想法，你总不可能说你升到然后你过二十岁，然后忙因为那一天，然后你整个就改变了嘛？应该是跟以前都一样，只是可能会有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你可以做，开车啊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，或是投票之类的。对啊，没什么感觉。我要下班了，我现在准备刚交接完点完钱。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家里就是都不是这样，都不这样，然后为什么我才二十岁，然后我就要承受那么多压力？现在买晚餐，做上一天班很累，今天生意又很不好，所以就更累。还蛮害怕的，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。而且很多因素吧，让我很害怕未来。觉得像我，就像我妈生病啊，然后我担心，如果假设的那么一天，然后我妈先离开我，那真的是让我一个人要怎么办？而且我又没有兄弟姐妹，其实那个感觉很恐怖。我觉得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那个感觉很恐怖。然后就是自己还那么小，然后就是什么让。所有的家里的事情就会变成绕在我一个人身上，我觉得很恐怖。我想都不太敢想这个问题，真的很恐怖。而且万一就是如果说你未来自己事业还是什么，如果你发展的好那就算了，假设万一不好呢，那要怎么办？那是一个很大的压力，你根本不晓得自己有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。小文，最近都一个人吃饭吗？就上班的时候吃啊，我只有六日才会在家里吃。一到五如果没有上班，如果上班的话都上班吃啊。可以过得很开心啊，然后不用去烦恼没有钱要干嘛，没有钱交什么钱啊，然后哪边的钱没有钱，反正就是我不奢求说我要很有钱，但是我不希望一天到晚就为了钱在那边烦恼。就是因为反正不知道的社会很现实，只要没有钱什么都不行。然后可能我自己生活环境吧，自己就是没有很好啊，然后就是周遭朋友又还不错那样，然后自己就会有一些压力啊。然后但是反正哎呦，反正就是不想要为钱烦恼啊。但是我也没有我要很有钱啊，多好过什么都要用好的，我就觉得可以就是很稳定的生活，然后很开心。我想结婚，我想要一个很稳定的家庭，因为我从来没有，所以我想要那样，这是我这辈子的愿望。